展信佳。七夕又叫女儿节，这一天女孩们围炉夜话，祈福心灵手巧。今年你的愿望是什么呢？今年我希望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，而不是别人期待的样子。小的时候在片场羡慕他们每个人都可以那么的成熟，现在长大了反而更想找回简单的自己。每一个阶段的感受都是独一无二的。那现在呢？现在的你对成熟怎么看？现在的我感觉女孩子不必那么着急的成熟，感受时间的发酵，尽情绽放就好了。时间是会给出答案的，只要是真实的你，每一刻都是最美的。嗯，姐姐，那你的愿望是什么呢？我希望对他人真挚，对自己真诚。我希望我能够日益成熟，又能保持纯真。去爱，七夕快乐，去笑，去生活，去绽放。天上鹊桥，人间乞巧，祝你我七夕快乐，纯真真好。